同志归，解说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九八 C 啊，中韩对抗战，一批韩国 BJ， 二批是中国大表哥。双方打的规则是随机选人，所谓的三问规则。现在时间是2020年4月25号晚上11:12啊，感谢长安的小风车支持。那现在双方打随机选人战，双方的首发是板崎优利对表哥的克拉克。表哥刚才就跳崖被对方起身一个小升龙破掉，连续两个 CD 站中脚确认。那现在表哥不断用克拉克来套路对方的板球力，抓起来 AB 过去取消终极压天攻击。你看眼睛的一亮，咕哩呀，哎呀，小师妹这个头脖子已经啊颈椎估计已经不行了。再来一个 AB 过去取消终极压天攻击，这一局里面出现两套连招。若风睡觉了，晚安啊，回头再来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又是一个库利亚。刚才那个死的那个是那个小姐姐，是这个刚现在 BJ 用的这个大叔的女儿啊，是他的老爸，叫板崎琢磨，然后有的地方管他叫板崎拓马。还没有完，继续再追，要接大招了，一个空中取消龙虎跳舞，一个霸王跳舞圈呢，现在原地的发波做牵制，表哥现在想跳过去。这种发波套路会让他很难受啊，他毕竟是没有波。好，起身过去，再一个直立头，有气来了 ，A 过去再取消终极阿廷攻击，库利亚没有完，没摔过瘾，再抓起来，来了伙计，12连，现在这一个 B 大表哥还有优势吗？近身重拳再取消终极阿廷攻击。AB 过去再取消吗？不接，没有资源。挑 CD 确认一个站中脚，哇靠！大表哥现在越来越溜了。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也是比较有意思了，1-2了。大家觉得这个 B 大表哥能不能赢？空血了，防不住了。对方甩了个腿部啊。新来小伙伴，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过主播，大家可以给主播点关注，可以吗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，好吧？加个团。现在的比赛是来到了 BJ 对大表哥，感谢文巧1868的关注啊，谢谢。这是打一个随机选人单，但是这个 BJ 有一个主力在手啊，表哥也不错，表哥有一个卖主。感谢地水堂的加团支持，谢谢地水堂，加入咱们的1660个粉团成员，地水堂感谢你支持。还没有关注过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大家可以点你关注啊。大家晚上欢迎啊。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，也可以加入咱们团。现在比赛是拳皇九八 C 的比赛，6-5了。BJ 现在是反超大表哥1分。打三问规则，每一场比赛都不会重样啊！每一场比赛都不会重样。欢迎唐词中中兄弟来了，晚上好，唐德卓，晚上好。
大表哥刚才被韩国人啊反超了，加油！哎呀，比这个意识很强，马上确认出来一个龙虎老五超必杀技啊！大表哥刚才手离开摇杆了吧？中国对韩国，一点点思念。解释一下，张同学，这个现在没有，我们现在看的是 BJ 啊，大表哥呀。好，还剩一个哈迪伦手刀一次，这里双方都有剩一颗气，但是对方是暴气连啊，你看这套暴气连之后，龙虎乱舞打完之后可以再次进行一个取消了啊。哎呦喂，如果不是暴气连，大表哥还有机会，但是暴气连你中途可以取消掉。好，这里是父子之战，表哥现在要打一个反三局，对方有一个雅典娜加一个东栅，拿下自己这个逆子之后呢，他就能看到希望了。好，相杀一波，下期的木鸭战重拳确认超必杀技，可惜被大表哥抢反。好，表哥这里是暴气连，准备上大招，还有气，刚好在气消失瞬间取消。哎呀，没完 ，CD 一次，准备再倒地抓起来，气顶。好，还有一颗气资源，龙虎乱舞第二次，这一个电招之面出现了两套龙虎乱舞，53连啊。还没有关注过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钻。那目前的比赛是来到了 BJ 对大表哥的对决，来朋友们猜一下，表哥这个 B 能不能打到一个反三局？我去，现在是东丈对板崎琢磨，小旋风做一个牵制，哎呦我去，升龙取消死亡龙卷旋风，我操！这个小小给的，虽然快乐希望心里的赞同，哇，给大表哥点个赞，一反三了啊！